大家好，我是张叔。你们猜猜我要干嘛？打球去了。昨天蒸那碗面，今天是感冒都好个了。是啊，小林赶场去了。表叔现在还能搞，自己拍还拍得那么有水平。我看他那么久嘛，硬是跑嘛也跑得来了嘛，硬是。看来我要死在沙滩上面了，个表叔。哼。打得多，送得多，打得多，送得多。对啦。打球，打球，打盐生菜，高粱酒，打十斤送两斤，打五斤送一斤。打球，他是好多度的哦。那个啊，你这边基本上全是高粱酒吧？嗯，粮食酒啊，高粱酒。粮食酒，高粱酒，这是高粱。我你晓得的，还是发了。嗯，还可以。你听嘛，我们那是那边的。我这个多少？差不多是6度左右哦。啊，有点还有点沙。老女人拿来泡桑葚就是拿来做酒嘛，我来做泡酒用的。这个老面太好了，那个老面太好了。读书还得高啊，这个读书一点儿一点儿烧红了。他拿来泡酒应该差不多噻，表示主要是那个酒馆要喝了嘛，三两不出去哪里敢喝嘞，我一点我自个回去还有稍微够点点儿就吃了。哦，我的妈呀，看来居然没打击到整醉个了。我这边都闻到香了，表示香是不香的了，喝个不得还脑壳疼吗？我的我也没得没得这样弄，我你看一下我你要来酒啊，没事了，假意不是可以的，没事，我是出生一个杨春的，我认得是最严的兄弟，天兄弟，你是不会不晓得个？啊，哦，他价格是跟他度数来的吗？那肯定，他有些度数，还有那他的纯度不一样，他肯定价格就不一样，晓得吗？有1道、2道、3道，那他那个是几道呢？反正最好的肯定是头一道、2道的。好，慢慢走，慢慢走的位置就肯定就是最便宜的，那个喝起进水喝的感觉都不一样。酒打了5斤呢，这里剩了1斤，酒儿有了，进菜去了噻。走到菜市上了，啊，有没得葱黄洋洋？买点葱黄洋洋。有来钱，今天加了，只怕要是怕过来，有来钱了就来钱。葱黄洋洋哪个买的嘛？哪个买的？像我给你买一捆，2块5，他那2块5就是卖出的密送。我那个我开头不完的买的3块。2块嘛？要得，要得，要得。那个一样，一斤啊一把哦。一斤哦。哦。2块一把，1斤啊一把。来嘛，来，尝。好，就顺着那个刀的这个刀。我还能跟他们的嘛，哪要得玩了，我的药是要买了4斤4两葱黄洋洋，1块钱，2块5一斤，你敢买吗？那狗来是真的。要是我们去把那个头发理了嘛，没得买几样都得，干嘛好了几块钱就是哇。要是哎，那边的酒好多哟，做酒的好多哟，酒馆很多，所以说酒就比较出名。走，理发去了，把胡子刮了。走嘛，走。高头你就管理这里，现在没得再来个小来，小看看了，兄弟帮我看了哈，来了哈，我也看得来嘛，表示。妹妹，你看这卖了嘛？
整乖子了这个。老师，哎，这样光鲜亮丽了。哦。你看你个头剪了好久哟，现在都三长了。花好多钱你啊，表叔？24。24啊？啊，好贵哦，一个半嘛。半吧点儿。啊。啊。这么子给嘛，要不嘛？我给半嘛，今天那么子给也多了噻。就啊，就三个人吃，炒一个菜就够了。30块钱，给半毛斤，30块钱，肉太贵了，喊给我给半斤，喊我给了一斤，给两个人吃，要不然继续要吐，走了，走喽，走回去喽，老早。弄糊了，先把酒拿来泡起多，酒坛上有点都焦干了。先把送的一斤倒进去，好香。